個二萬，啊，喺你都少少嘅，就是但係都特別啲，我制住啲嘅，叫東城路咩事嘅咧，喺你我聽話將佢送入工啦，哦。我们到松固啊，等人工一点的，哦哦，等到松固打工一点的，啊，伊的前辈啊，那离开民进党，啊，唔是啊，那离开台，伊就离开咱的民选，拢无讲。啊，松固搞着讲吼，我这个安内分票，大概分，哦，啊，会当两席做一起，我讲这是困难的，因为讲政党对政党哦，无可能会当讲分瓜是安怎，哦，好，以上啊，大家。林昌兄哦，林昌兄从手头特别去吹出来你的股东证哦，这各位咱这神经媒体记者朋友大家所看到，较早诶民进党的董证哦，是一本簿啊，像是这款型的，毋是证书，毋是像咱即摆看到迄个信用卡还是小卡片哦，是有布置的，所以这是真可贵的，这历史档案哦，这有诶，搁有二存在的啦，啊像老邓诶讲。我先一小调伊啊，真无彩哦。啊，帅！啊，来请中兴东莞李永军李大哥吼，啊，发言一下，代表你。啊，大家好哦，区议员真正足好严请啦，啊，处处拢为民伫咧服务，哦，啊，小弟尽力来支持区议员竞选连任，啊，会当阁再上一层楼，变李伟啦，谢谢啊。感谢李大哥哦，李永军大哥是弟弟，当年启动无注意的时阵，有上一次特币的特级哦，第一册甲第四册，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老爸当员哦。啊，过来咱要介绍的是文清兄，咧东进编号42，小可能议员都无厝的主任哦，啊，再请我们。啊，咱现场啊，记者朋友啊，大家早安，啊，甲咱的。啊，蔡文金刚进中泰市啊，阿苗吼，即啊，甲咱的今仔主角啊，是咱李丽啊，阿边饼啊，咱连任啊，甲咱在座咱姐姐咱的朱金东啊，我记我咧读册时阵吼，因为汉路作业，我是咧读册，我读初中的，我读初中的，啊，我脑海里面啊，我脑海内底，我会记咧即个酷尔摩，向前就是，伊就是一个动画人士，向前我咧做囡仔，我虽然对伊。过去对小孩子饲，即种我无啥了解，但是过来看伊打坐，伊个台湾这个土地拼，安尼拼，安尼拼，所以伊个 logo 内底讲坚持本土，啊台湾加油，迄实是台湾，会使讲是本土一个真有意识的家族。啊，我相信咱中西区哪样，古城就是，因为咱民主的性格一定是中西，较早是外地是民权路嘛。啊，即摆整个差不多台南，因为整个的都市了、变景了、路会拆，所以呐，大型的演讲，我会去较早红旗枪来遮咧演讲，万年空巷，遮万年空，计就加加关系滴。咱过去的什么市民，像遮民主的遮老板的吼，啊，你办大型的，有够老的。啊，我希望即回选举，袂使哦，咱的区里里流泪，哎，点心咱。主流的候选人，也是咱区里无过关连任，为咱台湾这块土地，为咱府城共同来拍拼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恭喜啊！我就是刘耀宗啦吼，我较早是对这个迄、那个家里的顶领，啊，甲迄个俊林啊，李文静。调舞啊，遐迄阵许方式拢伫遐咧，许啊怎参加，许串动的拢忘记来啦。啊，拄我对这个国民党哦，真正做代志足命啊，足命许独权就对啦。所以我每下个月怎参加这个许民进党，啊，20几档对民进党的死忠哦，所以我。就肯定讲出来咧，讲安尼，咧发表啥，你就讲，我就拢伫后壁安尼，去支持就对啦。啊，但是这个福利哩哦，做议员做了真正有够好，所以这届诶，继续连任，一定有赚到票诶。
哦，所以就大家等个支持一下，谢谢谢谢。第一，因希望古里里会当来顺利当选，继续伫个服务。第二。